两个多月前，阿妈还能走出户外晒晒太阳。是感觉清静，还是无力？目睭有法度闭紧无？最近身体变得更虚弱，慈济志工为他唱歌，让他心生欢喜。哇，阿妈你唱啊呢，笑个安尼，你看。欢迎了，欢迎了，欢迎了。去了之后就发现，在这种阴暗的角落，还好有慈济的师兄师姐。他们就像阳光一样，把这些阳光跟温暖带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慈济仁医会义诊黄桂珠坚守岗位近40年的岁月，这一区块让我一直做得很法喜充满，也是我坚持做下去的原动力，因为爱与关怀常常让我觉得说我是很幸福的人。从别人的需求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我晕车就心想说，怎么路还有这么久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？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呢，看到阿公阿妈就觉得哦，那些路途就不算什么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来义诊又燃烧起我的护理师的热情。钟秀霞认阿妈为义母，在我们那个阿里阿妈，她就是比较会。想不开，我就是给他一个鼓励啦，因为我常回来双溪，不是护查就是往诊一诊这样子，那给他就是多一个，让他一个寄托，说啊，阿哥姐早嫁你叫，阿哥姐早嫁你嘘寒问暖。你若无手骨，头毛接一。看诊路线，义诊志工随行，帮爷爷打理清爽。答应帮他换一台新的轮椅，也带来了。爷爷高兴地唱起山歌。仁医团队一份贴近长者的同理心，历久而弥新。台视新闻资深美志工台北报道。